狼主和白教授，真狼阁找我有何事？我家狼主原主子三千万钱，请你退出本次琼花会，便不识抬举了。只要我在扬州一天，就定要让郑家一日不得安宁。有点意思啊，苏牧师。 为了拦我，命都不要了。想必大家已经急不可耐，想要一睹今夜歌妓的芳容。五郎君想必也听说了，燕子经要捧白鸟为房，而五郎君想帮还郎。若此事五郎君愿意答应，苏慕哲愿意为五郎君经营私产，以作报答。现在我宣布，琼花盛会正式开启。